健美大赛，他看上去好弱啊。我也觉得。等一下。八块腹肌。这和大长腿差太远了。裁判，我再去准备一下。大长腿妥妥的九头身。他看上去输定了。其实我练的是这里啊。这是我能看的吗？哇塞，好厉害。假如生活是拆盲盒，大家来抽今天的课程盲盒吧。嘤嘤嘤，我怎么这么早？我太幸运了。哇，我酸了。苏苏，你咋这么厉害？你见过喜羊羊被灰太狼抓住过吗？这叫主角光环。哇，螺蛳粉。老板，我也要一碗粉。马上，嘿嘿，拿你的粉。啊，为什么我这碗这么小？我这写了是盲盒螺蛳粉，恭喜你开到了本店最小一碗。老板结账。你这付的什么？我这叫盲盒付款。恭喜你开到了我的隐藏款。买雨衣二。哎，这鬼天气下个没完了。有雨衣吗？我刚烫的头可不能回了。这个很适合你，还能保护你的发型。哇，非常完美。听见的兄弟说这里有团购雨衣。这个轻便的拉链雨衣特别适合你们仨。不用淋雨了。这划算是划算，就是这雨衣怎么越来越重了。不要来买雨衣了，还是要绿色的，但不要那件棕叶雨衣了。那这个很适合你。你以为溜得快就能闯红灯吗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是雨衣先动的手。假如熬夜需要会员，你是我的饮料，要大结局了，我要冲个熬夜会员把它追完。有包月熬夜卡，特别适合追剧用。就它了，办理好了，追剧去了。熬夜加班可方案，来个10小时的熬夜套餐，这就给您办理。怎么回事？你之前熬夜睡着了好几次，信用值太低，不用再办理了。要被炒鱿鱼了。明天就要交，我的作业写不完了。第一次熬夜的新用户。你的5分钟免费熬夜体验已结束，请停止熬夜。明天完蛋了，我以后一定按时写作业。苏苏问事屋，我失眠好久了。苏苏，教你个方法，数数，数着数着就睡着了。208，209，210，怎么越数越精神了？我太弱了，我想变强壮，满身肌肉，经得住重压，才能拥有钢铁意志。来这儿。哇，钢铁是这样炼成的。苏苏，我压力好大，感觉要崩溃了。压力不可怕，你要勇于从头开始。从头开始，我懂了。想不到这小苏苏确实有点东西。买房果酱，我们只有一点点钱，但是想买个双人间。情侣的话，看看阳光玻璃房吧，超暖和哟。100度的水能不暖吗？烤榴莲。有没有不是玻璃房的单人间？这种小户型怎么样？还有地暖呢。但是这地暖都快把我烤熟了。奶酪。有没有适合我们的房型呢？您先烤个5，稍等一下哦。等等，老板，我让化了怎么办？哪个好？新房子不就有了吗？刚好集齐了这么多食物，看我把它们变成奶酪之路礼盒。这是轩妈与安家敦煌博物馆一起为大家准备的新品，喜欢吃水果和奶酪的尊度有福了，快来试一试吧。花甲老人凌晨打排位，用障眼拿5杀。老奶奶，凌晨3点，一定是拿奶奶身份证绑定的熊孩子，让我逮住了你个漏网之瓜。奶奶，帮我验证一下嘛。不急，我的好孙儿，再来一口。
为了游戏分了。奶奶煮的汤最好喝了。哇，只有半小时了，快快快！等很快，账号已封。小美、小丽、小花，你们的野王要退游了。怎么这游戏可太好玩了？3，又是这么大的雨，我不想加班。苏苏，快帮帮我，我要裂开了。这款可以帮你恢复造型，非常防水。哇，可真是焕然一新呢。这雨衣怎么还漏雨啊？给我来款雨衣，凸显我身份的那种。这是我们店最新款的雨衣。有个性，我喜欢。我好像买了个假雨衣。我这刚拖的地，快给我一件雨衣，人家要赶着去约会。来试试这款，哇，可以美美的去约会啦！啦啦啦啦啦呀呀呀呀！站住！请投诉，说你有意破坏环境，请你跟我走一趟。啊？什么？下班了，下班了！嗨，你也下班了？乐呵啥呢？周末给我调休。什么？放假就放假，放一天补一天，你当女娲补天吗？为什么要揍我？人家明天也要上班了。和家人旅游时，好困啊，才6点就叫人家起床。苏苏，快帮姑妈拍点美照。那我要开拍了。今晚可以好好在姐妹群里炫耀一番了。姑妈，又不办事了。和朋友旅游时，妈妈做的锅包肉真好吃。喂，快醒醒，我们在旅游呢。对，那去景区吃呗。我们还进去吗？不去了，找个网图发朋友圈吧。我要做蝈蝈，做鸡，巴适的很。玩有没有性价比超高的雨衣？当然有，而且怎么样，超显身材的吧？看起来不错。救命！糖果有没有我们三个可以一起穿的雨衣？噔，这个就行，相信我，一定要加紧一点。可是这样我们根本走不了路啊。奶茶有没有适合我的雨衣？当然有，这个雨衣跟你绝配。嘿嘿，再买一送一，之前珍珠用了都说好。这雨衣整得我脑子都进水了。阿巴阿巴阿巴。